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华山的一个暴力对决，分量方是曲阜孔庙福战队，对面是缥缈家族啊。那曲阜今天选择上的是一个双物理的国标九黎城加大唐的女儿国标，开了一把风阵。那对面选择上的是大唐加神灵的武装国标啊，现在玩武装国标的倒也不少啊，宙斯国标的也有，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国标，曲阜这又整出个这个双物理的国标。就目前而言的话，就是豪门在正规赛里用九黎城的唯有曲阜一家啊。紫禁城最近他那个九黎城也崭露头角了啊，但还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正式赛啊，只是在剑会里崭露头角啊。不知道四月份武神坛有应该快报名了，哎，已经报名了吧？星期六一号没有报名啊，下个星期就开始打选拔了呀。回头看一下他们报名报的怎么样了。小死亡直接点对面的神木林，看看九黎城配合大唐啊，点杀应该是会挺强的吧。1300铁血生风直接打残大唐，再跟一把横扫。哎呀，这打了一波面伤呀，这是野兽补上。怎么感觉这双物理它不如配合个法系啊，那法系因为它不会贴保护啊，这物理系其实最大不是说它伤害不够啊，是贴保护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法系大家比如说同样是打5000血，你大唐可能打到这个目标身上也就打个2000，剩下3000血被贴出去啊，法系不会贴，这个是法系的优势。然后就是清场的优势，咱们就说这个大唐清场能力确实不强，九黎城还好点，但是跟神木林比起来还是差点。要把对面的隐身宝宝清掉啊！开场的一波点杀就是以失败告终了。慢慢招宝宝，对面两个输出都起着盾啊，关掉黄秋他就不好点了。小死亡挂过来一把金刚拉上，对面要反点关掉方了，直接就点女儿村双出甲，这差的有点多。单抽5500，法连没有。哎呦，合击了，这难受了呀！金青放出来就差一寸，不合击就弄死了。因为不合击，两个高速高连，这个低速高连啊，这不是高速的，低速的两个连击宝宝，有一个连都能多破2次163。魔神四法下个回合必定可以使用4个技能，也是九黎城的一个化身大招。关照方这九黎城已经是化九了啊，已经是化九了，确实厉害。那天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法宝所携带的法宝以及灵宝啊，都修满了，所以他现在基本也不缺什么经验了，剩下的就看潜能果了。因为妖气我还有200个潜能果要换呢，那也是200点属性啊，应该估计也差不多了。
直接要杀地府，大鹏有一把青石，里劈小死亡没挂中，直接把地府消残了。地府消残反点观战方的九黎尘，哎，对嘛，我就说嘛，点九黎他多简单啊，点什么女儿孙啊，给了一把破碎贴，再贴，再贴，切掉，金三叠直接把九黎尘送回家，神用武器带走。哎，这点九黎那是最简单的了，就剩下一个单大头，扫不死个人的啊，不用怕的。所以现在对面反而是稳住了，九黎尘都没有了一个武装罐的保驾护航，其实他存活的概率不高，哈哈，真的不高。之前看紫禁城用九黎尘也是玩的国标，紫禁城就盯着对面的地府啊，盯着地府欺负，因为你没了地府你就没法点我了呀。这波对面再来点女儿村，刚才已经打出过一次163了，先例加上琴音三叠，继续163带走女儿村，小扫没挂中，闪爆了，地府的抗性还是在的，没问题。因为这回合是九黎尘倒地，大团又休息啊，点对面的地府的话，关键方只能依靠自己的宝宝，点杀的成功概率的话一定不会太高了。延长一下九黎尘，把生死赶紧给活上一口血，等一会儿关南方九黎城站起来第一时间就点他，他好点啊，就欺负他就行了，没抗性啊。点过来那对面还能点关南方的女儿村啊，踩个塔补流云了，没有点再招，把宝宝招出来，碎甲刃有了，再来个回春，化身死这边只有一层的人性啊，这恢复能力差很多。女儿偷酒先来一把金青稳住这回合再说，要个铃铛，地府泼满，都还没飘出漫天呢，来了刚过了十回合，关战皇就给你上地厅了，既然双物理切不进去，那就拿地厅说话。小爽点的关战皇九黎尘，但九黎尘并没有提前拉起来，对战方还是走了一波预判的，风卷残云把宝宝清了，孩子也差一丝血，归锁拉起九黎，九黎也补了一个地厅，战黎加上啊，遇事不决给你上地厅，天地同寿保住大唐，关照万象点着大唐秒的
哎呀，又被对面拿捏了一手啊。不过还是带走了一个宝宝，就还行。小死亡行动失败，对两方反手就点关两方九黎城。对面大唐是肯定没了。巨剑，九黎又倒了。但对面肯定不亏的，你九黎城，你想想关大方这一步啊，两个地厅，对吧？又倒地了一个九黎城，然后大唐又横扫，陷入一个休息状态，所以这一波下来对面不亏啊。哎呀，别被这个地厅给送回家了就行。而对面的大唐又有天地同寿的保驾护航，虽然倒地，但是并没有中小死亡。整体血量被压得有点低，幸亏关良皇没给这地厅投资啊，稍微扔一个战敌，对面可能真的就结束了。这波还是对面更赚，对战方更赚，赶紧搞恢复，赶紧补宝宝。女儿这边还出现了一个失误，把宝宝补一补，把药品往上提一提，关战方暂时没有点杀能力，所以说对战方还是有时间去搞一个恢复的。把神色零元亏，挨了一顿打，对战方的手里的愤怒应该是还不错的，放一放什么金青之类的。罗汉没必要，关战方没带法系啊，罗汉没必要，一把青石啊。七级入风，换个练习生，强行咬死大唐，不让对面活这口血。对面强拉，小死亡再点关战方女儿村。哎呀，这对战方，但是血不够啊，这口活血活了5000，差一丢丢，把练习生给打到了。他大唐血不够扫的，有没有再来个大金啥的？没有啊，这扫不出来。几层的人性啊，咋就不够呢？5层的人性啊，又是雨天气啊，这咋就活了5000啊？稍微少了一些啊，稍微少了点。雨天气是增加治疗量的，诅咒之伤，关战方反手点对面的武装冠补一下伤害。小死亡挂中，对面又预判来点关战方的九黎城了、又想来一手预判点，因为关战方就没有提前拉起来九黎城的必要啊，这没有，因为九黎城不在乎活不活那口血了，反正他那个血的质量也不高啊，你给他活个7000-8000他也扛不住你这一下下啊，所以他无所谓的，不着急。他跟大唐不一样，大唐第一是他有一定的抗性，第二呢大唐没血线他啥也不是啊，直接一个神壶把对战方的武装冠带走，关战方这边也可以演一演了，手里是有2.0元的诅咒之伤，再来点杀对面的地府，不然关战方九黎城还得死，必须得把这个地府处理掉。小死亡挂中，对面小死亡又挂中九黎城了，哎，这是九黎城最大的问题。噬魔神活再来，
一把巨剑又把九黎城带走了啊。虽然九黎城的输出它确实高啊，但是哎，确实脆，确实容易挨打。没有武装罐在旁边，九黎城能发挥出一半的作用就不错了。小死亡对南方，对关南方的女儿村还是念念不忘呀。在对面特别想点死关南方的女儿村啊，这个风系在场，可能对面很多的操作都展现不出来啊。然后点死女儿村的话，对面才能更好的去延长，两个方面吧。谛听又来了，这个是对面没法比的啊！你可以在人物单位啊操作方面啊跟关南方拼一拼，但是这谛听一出来，这是对面无能为力的啊！你实在宝宝拼不过这些豪门，估计一看见谛听啊，对面头疼了，没办法。现在175 PK 啊，尤其是这种高端 PK， 拼的就是宝宝。至于人物装备的话，肯定也会有一些区别啊，但也不至于是那种不能打的。你就从装备的角度来讲，基本175啊那种比较高端一些的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啊，对装备而言都是可以打得有来有回的。但宝宝这个方面的差距一出现，打起来就没那么好了啊，没那么舒服了。再来一个，对面一把驱散，把关南风一号位谛听直接送回家。完了，又把另外一个谛听给弄死了。好家伙，这俩谛听整的曲阜这边节奏还真的蛮不舒服的。刚才那个驱散有东西啊，有细节。这么一搞节奏就不对了。黄泉之息，小爽再点关南风的大唐官府啊，换个人再点一点吧，还一直没点过这大唐呢。关南风又补俩谛听，差不多应该可以点的死啊，直接送大唐回家，回头再来点关南皇九黎城，有纸人也能点得死的啊，有纸人也没问题。九黎城的纸人只能是四个字啊，那自欺欺人。小死亡没挂中，黄泉之息手抓抓掉一个，还剩下一个四号位，再来一个九盆青莲。对面还点了手抓的经脉啊，他们一般现在豪门打 PK 啊，地府已经不点手抓脉了，因为留不住，他们抓速度可能打一开始就要，哎，双方互抓速度的，所以这个手抓的经脉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，留不住啊，因为你点这个经脉就是指望着这个手抓在关键时刻啊，这个伤害能起到一些关键性的作用，但是你说你打一开始就开始抓速度的话，那肯定留不住啊，留不住那就没意义了。这波是关南皇的小草没挂中，还是没有打开局面，而且自己还损失了一个大唐。对面武装罐也可以拉起来了，还是想针对这个地府啊，这个地府在场上关南风心里不踏实，哎，你别给劈死了，
小死亡挂钟啊，差点给劈死了。这样宝宝跟一跟对面地府，卡了一个大惊啊，得了，地府没弄死。哎，因为你不能把他劈死啊，你地府的速度是比九黎城速度要慢的，你九黎城把他空切了也没用啊，他没小死亡，但是没劈死，让人家卡了大惊了，好像也麻烦。反正就速度不对啊，速度不对，九黎城速度太快了，九黎城速度慢了他又不好出手，你知道这个门派就这样啊。那天听风少他们也讨论过这个九黎城啊，就是九黎城速度太快了他也缺伤害啊，不是说他带双武器就不缺伤害了，速度加的太快他也缺伤害。哎，又差一死血，黄泉之息，不过对战方已经把小死亡给解掉了，回头对面反手点九黎也是没有挂中，化神死，赶紧活下武装。哎呀，卡了一个小四海，风卷残云点着壁垒，还是给带走了。九黎城的纸儿保不住自己啊，不太好保。再卡一个大惊，岁月强控化身色，小死亡再点地府，这回这个速度就对上了。哎，速度对上了就好打。切掉地府，这样九黎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，马上大团也要粘起来了。回头再点对面一个输出关的话，又可以大批量的换地亭，神木大团随便点一个就可以。但双物理啊，咱们看出来双物理确实不好点上，这玩意儿咋说嘞，太容易被贴保护了。小死亡赶紧点一个输出，把九黎城封住。大团给的是一把平 A， 又给了一把破碎，九黎城没能出手，对面神木林人家没死。你别说，其实这场比赛26回合，咱们看到现在为止，感觉对面指挥人家那个意识啊、操作呀、各方面都很强，也是手里有东西的一个指挥。但仅限这场比赛啊，别的比赛咱没怎么看过对面怎么打，但咱们只说这场比赛啊。地听得了，开始了，没了地府，九黎城无所谓的，倒地他也不怕，大不了一个九转的事儿啊，哐哐上去还是一顿砍，战敌加上招地听，关照万象，哎呀，这还得是地听厉害啊，没有什么是一个地听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那就再出一个，甚至再出五个，在曲阜这里都是可以实现的。
烦死了，后边还有一个力劈苍穹没打出来。再招，哎，这没有什么是地听解决不了的，风火狼烟对面自杀了。啊，风火狼烟会多承担一些伤害。关照万象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，没有点赞的帮忙点个赞，来加加速。拜拜。